不死心啊，又安排一个榴莲，看这榴莲型咋样。这是那姐挑的，哎呦我去，真好啊，圆了咕咚的。我发现这玩意儿得听声，你听，一听这个就好。来吧，继续拆榴莲盲盒啊。哎呦我去，反光了咋，皱一下了啊。他没看看能有几房肉。一房，哇，看，两房，这边还有啊，哎呦哇，三房，真好看，这大肉，哎呦哇，看这皮儿老薄了，老薄老薄了，这皮儿真的就是挑榴莲。简直就是一门手艺活儿啊！哎呦，嚯，这几房了，都放不下了。四房，绝绝子了！哎呦哇，五房，妈呀，满满的五房肉，而且都是大块的，瞅瞅着，看这皮儿老薄老薄的了，尝一口，嗯。熟的刚刚好，吃一口，挑战一下，突破自我，尝尝，你多美味呀！哎呦我去，这么大一口，好吃吗？嗯，还挺甜，是不是？他不吃，挺香，嗯，就是闻着臭。哎呦我，老糯了。太好吃了。